向佐在直播中针对网络流传的郭碧婷不是嫁给向佐而是嫁给向太的说法首次进行了公开回应，他面带微笑，眼神坚定地说，我觉得别人怎么看待这个事情都无所谓，每人有自己的观点。向佐在直播中坦言，妈妈向太很疼郭碧婷，郭碧婷也非常照顾向家二老。他强调，家庭关系并非外界所猜测的那样复杂，而是充满了爱与尊重。向佐还表示，他和郭碧婷以及孩子们都非常幸福，希望大家能从多个角度看待他们的家庭。此次直播回应不仅展现了向佐对家庭关系的维护，也透露出他对妻子郭碧婷的深情厚谊。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中，向佐能够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实属难得。